总觉得呀，龙城的阴雨时刻要到了。万事万物，有阴必有阳，有山必有河，海心也好，地界也罢，身份只不过是一张皮囊。最近的连环案，还有之前的那几起案子，跟你有关系吗？这个身份藏不住了吗？每次都选择相信，只要我们一起并肩作战，不论前面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化险为夷，肯定可以守护现在的安定和和平。